你跟我那个离开我，就是好、啊。紧接着是我们下一首歌，对，好，希望我到台北场的时候还有这样的声音，感觉、就是大家好，我们是红鼻子，谢谢大家。那一回高雄人就叫唱歌呀。好，现在这首歌呢，对我们意义非常重大。这首歌是近期的新歌，但是就是为了我们这次 EP 写的，叫 Fire Youth。然后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家从以前都认识很久了吧，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对，然后就是对于就是说我们即将脱离青春少年时期，迈入下一个时期的时候，对下一个时期，对就是对以前那些就是流鼻涕光屁股的日子的一些缅怀这样子。什么？这首歌叫做？这首歌叫做Fire Youth， 燃烧青春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对，虽然这首歌是为了这次 EP 写的，但是你们买回去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诈骗，因为 EP 里面没有这首歌。下一张里面就会有了，会有下一张。对对对，买十张可以换下一张。因为你们买十张，我们才卖得完，我们卖得完才有钱去录下一张啊，这是有逻辑的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